最随意的创作。随意泼洒的咖啡渍能有什么样的神奇变化呢？在艺术家的眼里，处处都能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。这些咖啡渍洒在纸上，形成不规则的形状，而一位插画师就根据这些不规则形状进行了二次创作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只是那么随意一撒，在艺术家的笔下也能成为一幅精美的艺术作品。